嗯哦，一滴心，一句大不了。啊！真呐，学生，我别念过了。哎呀，真呐生气了。阿吉啊，哎啥哎，我打出了几顿，丢了对看。没，我哪里哎？不咯，对咯，大汉，对个啦。咦，那保险小刘，不啦，那又叫挂心刘。哎，对吼对吼，快到花暖刷新，草民我溃败了，居中可告爷啊！好石头，刀马里，门路靓，赶头齐备，正午，好靓赶马电视台，好声话调整器，草民我开，即将播出。
大家好，我是颜露。大家好，我是秋晨。很高兴在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聪明花开普仙话挑战赛。这里被告聪明花开这帮的是两个的心情都特别幸福，可以给大家在共同学习用研究那普仙的文化教经文。哎，而且马上就要到咱们农历的羊年了，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平常在全国各地工作或者生活的莆田人，在这个时候都要回到咱们美丽的家乡来围炉过年了。回老祖位了。是的，在这里呢，也提前呢给大家拜个早年，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这乡啊，真一人，这老男勤体工作，这大家还得进步，这什么呢？工作这里。在这里要感谢中国珠宝正容店为选手提供的纪念品，还有二维海鲜楼为我们大众评委提供的礼品，以及本栏目的指定用水一统江山，还有进步联盟和莆田小渔网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家里感谢这个乡啊对那么这包的大力支持，小老人那么这修缮的能力这个今晚参赛事业顺利。首先是一号选手蔡一方，来自莆田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秋生在后台就说：“哇，这个啥子少了嘞？我喜欢这个了嘞。”回事我都搞错。过那是在哪？画错的是他。没有光嗷嗷嘞。好，二号选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选手郑庆顺，来自仙游县石仓乡。文化气息特别浓的这个兄弟。哎，三号选手汪小敏，来自仙游城关。今晚又是兵战出动，大家的震撼哈。对，他刚才就跟我说，就怕秋生又把他看成睡衣了，你知道吗？哎，人家这是汉服。今天我再有在那里叫汉服。我问我，秋生顶蛮拧巴。好，明我亏了嘞。四号选手林香凡是来自历城区新渡镇。嗯，这个是你为实力不可小看。那么今天到场的评委老师是谁呢？晓得有个介绍这个，今天话评委，今天话早的评委呢，那破烂的巨人叫孟华成啊，李成明先生，大家欢迎。欢迎林老师。晓得个什么？马上进的今天话谈了关，好石头。首先来看一下比赛规则。谈了关，好石头。本关为语音题环节，请场上四位选手按序号依次用莆仙方言读出大屏幕上显示的十个词语，方言先生将根据发音准确与否给分，每个词语两分。好，了解完比赛规则，马上开始我们第一关的比拼。首先有请一号选手。快一会儿就会谈到这里什么好，一号选手的第一个题目是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哎，这个字是瓮。岸。一步登天。一步登天。对不起，回答错误，应该是一步登天，一步登天，天呢，八宝，那应该成语它应该为门托。好，很遗憾，看下一题。好，两个字，女人。小牛。两个字，题目是月亮。月亮。金牛男一般讲月亮，那婆的男讲月亮。没错，好，恭喜一号回答正确，请看下一题。两个字，保佑。保佑。回答正确，并字他的保佑，那一般普通人我讲保佑，个保佑不做什么？好的。两个字，题目是晚上。晚上。回答正确。哎，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哈，这就是咱们莆田方言和仙游方言的区别。晚上，我们这边一般叫毛尾。阿玛尼。啊，对，那就再往后。谢谢你。好的。好。题目是闽侯。闽侯。应该是他妈的啊！并且他应该是他蛮好，主角那婆娘一般习惯性称为蛮高。好的。耍猴，啷高？题目是眼睛，马睭。这里比较简单，回答正确。加分。好，一号选手第一关的得分是16分。回答了，
八个词语正确。哎，作为这个好老友，我们鼓励讲，他来讲达不到，必定还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为何加上谢老好。好，下面有请二号选手看您的题目。就开始。胸有成竹，很有心的。学校，哈哈，还请学堂。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时不我待，时不我待。海蜇，套。泰山北斗，泰山北斗。打架，输啊。槟榔玉，槟榔。桂花鱼，桂花鱼。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回答正确，真的第一回答正确，还只有他来关，就能玩二了。恭喜二号选手取得第一关的满分20分。他来关没当好，恭喜就。三号、四号要加油，来，先看三号的题目是什么。稍后开题。明媒正娶，明媒正娶。欢喜，欢喜。葫芦，葫芦。区别，区别。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应该是大名鼎鼎。力不从心，力不从心。龙飞凤舞，龙飞凤舞。萍水相逢，萍水相逢。中珠宰羊，台绿宰牛。铁面无私，铁面无私。回答正确，加分。哎呀，好简单关，阿林鹏哥，非常厉害，正步步到，取得这个，没当好。三号选手取得20分的满分成绩，恭喜三号。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四号的表现。首先，请看您的题目。第六开题。七不笑八，七不笑八。拱辰，干心。邻居，催你。娶老婆，娶老妈。回答正确，加分。我知道。那婆嘞？快拖的话，别打讲你知。土哦。葡萄会讲土哦。哎，我发现我的那个莆田话水平也达到一定的层次。这是要相信，可是这是你意思。谢谢，多谢秋生老师的指点啊！客气客气，好冷静，不客气不客气。阿弟，篱笆，篱笆。回答错误，这个时候应该谈篱笆。阿弟，快马加鞭，快马加鞭。游水，游泪。玫瑰，玫瑰。插秧，布帘。效率，好了。所以四号选手在第一关的得分情况是18分，一共答对了9个词语。一分还不到，到底是哪里不错的？哎，第一关过后，来看一下场上四位选手的得分情况，分别是一号选手16分。二号选手20分，三号选手20分，四号选手18分。对了，对了，对了，设备结束了，相差99，因此这个关啊，
独比个人组夺冠更加重要了。嗯，而且我们今天场上的选手实力都很强劲啊，一开场就有两个满分。来看一下第二关。第二关到哪里？第二关到哪里？本关为抢答题环节，请场上四位选手根据大屏幕上显示的题目，通过抢答器做出回答。选手必须在主持人宣布抢答开始后才能按抢答器，否则无效。方言先生将根据回答正确与否给分或扣分，回答正确得五分，错误倒扣两分。好的，第二关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可就不能够客气了。家里大家关不但靠得没头脑，还得靠得没球力，那个亮了了心中球呢，我可能机会得被人球掉。哎，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妈祖是在哪个朝代被朝廷赐封为天后？ A 宋朝， B 明朝， C 清朝。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C 清朝。这个关于马祖的模仿，从宋和明清历代，这个就来都看大概十几个皇后。最早的，这个宋徽宗是汉族胡林，以后上了都是汉族廷尉，明了我了明了啊，都是汉族廷尉。到清了康熙年间。汉族听了，之后呢，秦了一直对汉族听了，因此应该是就秦了开始，秦了开始进看啊。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之一是 ：A. 高僧本寂 ，B. 高僧妙应 ，C. 高僧冯至日。四号台抢答成功。A。这个本寂哈，那么婆罗呢？伊哩淡薄，就是蛮淡一点果子，伊自己到东汉段两岸，到中岸去拜这个咧，叫做什么咧？叫做淡淡两家，这个阿哩果子，这个神父咧有最对这个神父有这个咧，这个学生，结果咧社会主义咧社会这个果子，但伊这个果子，伊主要称呼应该叫左南本寂神父，因此后咧。都叫一组这个，属于招郎庄的，餐厅呢。《荔枝谱》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A. 郑樵 ，B. 蔡襄 ，C. 蔡京。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B。怪的在讲啊，错了啊，智力唱歌牛仔，是你问洛阳桥，耍比较一下来是去农业学家。哎，具体的，请林老师我们来讲解一下。那么我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初梁，你那么北宋作为西洋各处的政治啊、士林、数学家，那么当年的数学家属于这些最出名的数学家的苏杭毕错，这个错就是这个初梁啊。那这个一这个内里婆，一口一在这个福州做太牛的事，这个经常写。你为什么不讲内里婆呢？主要特点为了介绍那么名堂的个内里，因为那么从一天做当牛啊，一天当当牛，一天认为讲哩，这个内里为什么呢？就是古人啊，苏人内里在出名。那再有，这个呢，有故意不写内里的事。都是就做了好些，但你那个内里也点，台湾好讲已经都腐烂了，但你你会讲下已经都多好了，但你真正的个那么民众的个内里评论这句话好，一点都难些，因此，做了个性，将那么价值不差，将那么民众的个内里特别人那么普通的个内里兴旺内里介绍出去啊，因此这个这波差哩。肯定很重的给党，那么过来，这不啊，最有恩情的给，并且最有价值的给，那这个呢，有关伦理的给尊重。普兴话当中，鬼年危机，比喻的是 ：A. 不让人指责，稍微批评就生气 ；B.
矜持腼腆 ，C 老好人，不喜欢批评别人。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A。报道。眼看人指正，眼看人批评，一般问人个，诶，讲出个、读出个都叫好、叫成功的人，这哪人那么的行为过年危机？在普通话当中，很嗲很嗲气。正确含义是 ：A. 暂时的效果 ，B. 立竿见影的效果 ，C. 水到渠成的效果。开三号台，抢答成功。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先有方言当中，称谁为？阿老鲁。A. 自称 ，B. 岳父 ，C. 父亲。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C 父亲。普通话当中，小大位按大看，喻指 A 家大业大 ，B 排场大，开支也大 ，C 有大气势就有大作为。开二号台，抢答成功。应该是 B。回答正确。表达的按大看，我阿刚刚问咱今天虽然是谁，但是开力也是谁，你就讲表达的按大看。先由名人陈仁健先生是 A 画家 ，B 剧作家 ，C 演员。开始四号台，公 B。龟山盛产名茶，在明代曾被选为贡品，其茶名为。A. 月中香 B. 龟山茶 C. 黄蛋开三号台抢答成功应该是 A. 月中香在普通话当中借我起步了比喻的是 A. 小菜上不了台面 B. 小人物起不来大风浪 C. 人死了没有影响力开始四号台成功B 与普通话当中的叫唤叫多唤多含义相近的是 A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B 丁是丁卯是卯 C 路遥知马力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B 在普通话当中鸡嘴拿住凹嘴喻指 A 比喻硬要歪曲事实 B 审时度势 C 乐于改变开二号台抢答成功二号九应该是 A 回答正确鸡嘴拿住凹嘴一般的人有人啊明明做到了，但你个死都不炸，你看不炸个样，这种情况叫做鸡嘴拿住鹅嘴。那普通人有话好讲啊，我来嘴死都不硬，啊，你这个意思咯？哦，加分。在普通话当中，套位接谁不行？喻指 A 粥少僧多 ，B 本事少麻烦事儿多 ，C 地方小人才多。开始三号台抢答成功。选 B， 不怒不接，到底手里不行。莆田车骨的起源与戚家军抗倭有关 ，A 是 B 不是？开一号台，抢答成功。选 A 是。C。你讲那莆田的桥的起源啊，跟戚家样有关系？为什么？伊讲戚家样抗倭车 ，C 也是，平安派也是。那莆田为难提出旅游啊、清茶、炒旅游，欢迎啊 ，King 者，欢庆这种戚家样 C。但阿位这种桥类，伊讲你早期出现现象，这个表示。普通话中的“树木生西大个”与普通话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含义相近 ，A 是 B 不是？开四号台抢答成功。A。记卡。这题比较好理解，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了。那么我们第二关的题目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现在看一下场上选手的比分情况。冠军这个事业告诉我很了。一号选手46分，二号选手30分，三号选手35分，四号选手38分。哎，
可以看出一壶独家关的球力特别厉害了，可以叫做后来继续打马上领先于其他人。哎，这一关有点替二号选手感到可惜哈，因为没有抢到题目。没有关系，我们下面还有几关继续努力。这只不过是第二关，掉了好机会，马上进的第六关，门努力。第六关，门努力。本关为古诗文读题环节。请场上四位选手按序号依次用蒲仙方言文读的方法读出大屏幕上显示的一首古诗，方言先生将根据发音准确与否分别给分，分值分四个档次，分别是5分、10分、15分、20分。好，紧接着让我马上进入第三关的比赛。首先有请一号选手看您的古诗题目。好，一号选手抽到的题目是《秋日湖上》，唐·薛莹。邻里狗好友，恩报处处调，学生成高手，岁月满登流。邻里狗好友，恩报处处调，学生成高手，岁月满登流。啊，雨，那他雨啊，单独九九。啊，佮等我吧。他来记者，落字我查另一个听一本，奈听一个关注道理论，什么道理？我本来国里里都要学道理。落力个，落力。好的。二号选手的题目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高陵深处黄鹤楼。等我三个下月亮，高方恩荫别看字，比肩对岸天际流。中海的他，他这个应该是哪啊？高林这组黄鹤楼，等我三个下月亮，高方恩荫别看字，比肩对岸天际流。可第六吧，啊，20分，好，恭喜二号选手。来看一下三号选手，三号选手抽到的题目是《七夕》，唐·杜牧。远在秋江冷画边，勤劳修身破流萤。疼爱夜色两句水。我看看我的对心，这个主要的这个心啊，应该小上啊，小上啊，上的这个上的心的个往往他做这个小心啊，应该小上啊，差不多最后啊，这个算就比较啊一点难度啊，就可以谅解啊。第六号，加上第六号加分。好，看四号选手的题目是，四号选手抽到的题目是《长干行之二》。家陵一万岁，来去一万尺，当时长干尽，伸手不相识。家陵一万岁，来去一万尺。当地中干事伸手不相识，啊，单独招招，啊，跟什么？好，那么第三关过后，场上的比分情况是：一号选手61分，二号选手50分，三号选手55分，四号选手53分。哎，这个比分还是比较近的哈。哎，几单对？并且要这题出都20关，这赶头再背一顿，自然有才能，一定要加油努力了。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关的比赛规则。第四关，赶头再背。本关为猜词语环节，请场上四位选手按序号各自邀请一名助演上场。助演根据大屏幕上显示的词语进行比划，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用蒲仙方言进行回答。助演可以应用任何方式和语言来比划，但是不能在语言中涉及词语中的任何一个字。
每位选手在规定时间里猜词语，时间为2分钟。方言先生根据回答正确与否给分，每个词语2分。本环节结束后，根据选手总分的高低，比赛将决出2名选手进入最后的角逐。我们的1号选手已经助演已经准备好了，1号选手请来的是他的同学给他助阵。到哪里干？来看看这两位同学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现在计时开始。给力给力。你跟那个顾彦霖干嘛？谈恋爱。当恋爱，当恋爱。这个。牙疼。没错。回流啊。第一步。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拿着一张纸坐在公园里面，拿着一张纸看报纸。很久的时候那个有个。门前有一个，里面有手，行，2个字，站，行吗？第3个，就是我们惊醒的时候来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惊醒？惊醒的时候，惊醒的时候什么？惊醒的时候不是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惊醒了。台风，河流啊，白浪，然后，3个字，是的。然后是有那个我们学校买2块钱那个什么？我们学校学校2块钱那个不带带章的，里面有好几个，有小的有大。什么饼？对，什么饼？朱家饼？不是，酱香饼？不是，有包装的啊？有包装的，不过吧？不啊，这边什么？1个字？4个字？这是。左右不是，前，干嘛？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就是换一个，你妈妈的，几个字？2个字。时间到。好，1号选手一共是答对了4个词语。弟弟可以为一号加点，别人。加分。下面是2号选手以及他的助演，来期待我们两兄弟有一个好的成绩。现在计时开始。开始。这个安那讲，这个叫什么呢？等一下，做羽毛的是张青什么了？做羽毛，羽毛啊，做羽毛张好，你先缓，不等你缓，不等。大号，这个马是外。你看了一下你戴眼镜怎么了？怎么呢？你戴眼镜，戴高度镜。谁家？你不十几岁了？然后我老公不了会，大概家也没。几贵？不懂。那他可以电梯上看明面，然后明面到今天了，办个钱呐。好生意。不懂。那还可以啊。那生意这个会安哪呢？会阿伯。时间到。安哪别别。安哥，去哟。不懂。到了，我们的2号选手已经作答完毕了哈，但是2号选手的成绩已经算可以，已经达不到，无敌。我今个讲，只有时间让你都老板这个受伤。阿罗，刚刚什么进步的脑头鸡呀，领导讲我几个男呢，大只几轮大，是我一个男男叫什么？会啊，你的呐，老板，他那个头老板。头老板的啥？头去掉的了了。但不过我实地，我跟阿罗特别考，一个阿老林农业班什么半破了你。感谢您关注我们莆田广播电视台的节目，谢谢。好，那么要给我们的2号选手加上10分，加分。来，好，阿准备好了了，打扫下你的经验，你是为哪？这是我们莆方网论坛的热心网友，然后我一说要参加这个节目，他立马就过来了，我太感动了。首先，网友，谢谢网友，谢谢网友。好。那么期待你的网友能给你带来好运气。现在计时开始。给力给力。请我看，搞定我。正月十正青年合唱歌的这李十正。一般。第老一集里是给对姑娘，敌人的喜欢还是那什么？
我这阵倒什么？倒了。时间到。好爱的。好的，我们三号选手以及他的助演已经回答完毕了。通过这一关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聪不聪明了。我们的三号选手特别聪明，他的助演一提示，他基本上就能猜出来。主演讲的话题是你不对话的，但你所有头脑想到另外，既然建议悄悄地查，你的头脑只能早起波子噶，等出一个健康单，想到另外。但是第一本是一样啊，浪耳朵噜，怕吹话的脑。对呀、啊。怕吹哦，怕吹你已经吹了。怕吹没得吹。战斗这句话，说明跟主演对那这把不关注。对呀、啊，我们这个舞台上处处都开满了花这个字，最就可以吹吹三句花，都这个很屌。对呀、啊，一笔画就好了。很遗憾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的三号选手也答对了七个词语，甚至相当不错，达不到七个，可以为手加上这是有四分加分。下面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以及他的助演，现在计时开始，开力。这是阴影哎，抓到你哎。金总，哦，我老李加干将，周博，你搞搞佢嘅，好李，嗯，冇错，臭气流了，周龙，哦，大弟，这能官方的表达一下，欢迎啊，你做乜报道了？换你报道，方老，那这里给哈，他那个能给几啊？能给几啊？表达一个人有什么？油嘴滑舌。五对什么？不，五什么？那不给别添回来，那么付钱。时间到。好，四号选手一共是猜对了六个词语。一个人拿给点啊，现在的球，但你考对的考对，能报几个感觉？能报应该是相当简单的这个点啊。去打狗的那种。哎。能报怕搞乌龟不会捞。对呀、啊。很可惜。你家怎么好是给广告是的？你妈搞领导弄给删了。给你拿上的这里是种汗水很贵，不能吵。是严令禁止的。这里一点的防护出来。哎，为是有加强，谁的用？现在第四关过后，场上的分数情况是：一号69分，二号60分，三号69分，四号65分。哎，不会交流这个关，我的心情都比较低了，因为什么？必须有两个心情比较内向的两个人。就算离开那么这个不来，哎，我特别替二号感到惋惜，但是没有办法，二号和四号要先行离开我们的舞台了。只有叫四号实力都相当强，可能都出走到第二关，强大的实力，球力也就快就将。有点可惜。那同样的两位选手还是能够获得由中国珠宝阵容店提供的选手纪念品一份，谢谢我们的二号和四号。不过不关系，五号记得，五号感悟马林可以记得在里。下下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好的，所以呢，现在一号和三号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第五关的比拼当中。这里，接下来的第二十四号这个金号，进的最后一关的两个神头脑，你十四号两个难度了，拿来搞好。哎，是的，在我们第五关当中，如果谁胜出了，就可以直接的晋级到我们年度擂主的争夺当中。因此，最后一关的机关等有难有。但是另外一位没有晋级的也有机会，他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复活赛当中，再进行一轮的比拼。这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第五关的比赛规则。第五关，讲武。本关为才艺展示环节，两名选手依次进行个人才艺展示，展示内容必须带有蒲仙地方语言文化的元素。时间在5分钟以内，可以邀请助演参加演出。这个环节的评判由场上19名大众评委通过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票数高的加20分，最后根据总得分高低决出蒲仙话擂主。进的归队以后，那最后的关搬到玻璃变下来，再给别问。好，首先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快有请，给那别问什么？
我们的一号选手给我们带来一段美丽优美的舞蹈。我还看了我在听你应该听我里的歌吧，都很甜吧，很美对不对？特别那线条的，这把价值又快又聪明。阿伟脑袋里老皮样的。好，来看一下三号选手将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有请三号选手。好，我跟他道理什么在给？观众朋友，都没好，我的秋山。不耍了解西安不太，咋后热手的我，且听秋山给的广告。今我啊，给大家讲一个小我出的难考啊歌了。据讲啊，有十年秋会，十年派了十个考啊到那破烂里，距离这个考里，这个考啊不合不熟。怎么别个啊？像我听了啊，不道理的说，把你识到识个。但这个考啊，叫我啊，已经到了那下里的啊。像我八十头东东的一老，半道人啊，少退开，都是路还爬不到。这个主要啊，搞个这些嘞，搞个这路，更加这几个，得小小两个看，硬硬。像我讲啊，我望下木娘，鼻梁表露，看不到你呀、啊，马上就被杀扑了。今年啊，又出来了破地头。可我看了啊，大心思，这样技能好真拿手嘞。一直讲啊，把的木娘提出来个看了。这个我讲啊，连木娘都看不到你，怪是哪提出来个的看？但不能啊，我这么能下载这小老鼠带领啊就下叫水果里哭啊这个。这个哭啊好林呢还真一路叫了你啊淘气气对我熬夜哭啊一下的了么能。但一滴对一滴下加高了跟那这个下里下没出。这是的哦。我看见这下桥没了哈，青个了，农民卷个稻活过了，露出头面，从两片稻料，一托只眼有灵感，伊讲哎有了带领，他先跨到眼前个这个金箔架，他正刷到这个对个石栏，刷向带领，请咬下栏，这个口啊大叫我不好。讲你听啊，这个，像我对讲，大老出头，合掌向天，行雨露。可我讲啊，哎呀，你这的看嘛，就你也没哟，应尽力做，我什么口气对呀？于是个这个可啊，卷钱脑，加个钱脉。嘴里还念念有词啊，讲啊，哎呀，这个八老出头啊，合掌拜天，哎呀，合掌拜天，刷哩刷哩刷不，连不完，但一命啊，不敬啊，不灵呢，我讲一对不了错，一直推手刷不来，讲啊，哎，对这个小人绝对不下人，谁也选不难对一了错。我听了讲啊，是呀是呀，有上人，地人，有下人。可我讲啊，你难着吹鼓，有本路，就对你听啊，对你听啊，哈。我讲啊，大部分人啊，那你那只只傻呀，是个。可我应该，你这把傻呀什么？我一，主角过那么对本来吹，这个下人。我就去了这段考虑。考我啊吹吹唱应该很好这个对那么对的来吹下来我马上打打回新年不能我做这个考我啊。我听了多怀疑很好一年未得对难后悔对样板间贴过来度。啊我多了但我立地。修
很爽。哎呀，可啊，听了更加大笑哩呀！啊，不更加讲我个对呀，这干净，这扫脚。丢脸讲啊！哎呀，这老子破脸啊，蒙起面板，搞这面不虚端，配合配合噶。这个可啊，讲话顺手，刁准叫我马上回新娘去了。好。今我阿哥就讲到个只咯，说不爱听，我爱过了，请大家给我投票，谢谢啊！哎呀，国家咧更激烈咯，明年陈明华开这个白包，给了已经难做了，挨住了国家国内下岗可乐。哈哈，那就不讲这么，我想这个三号选手说的是真好，秋生你那个讲古的有女搭档了。可以叫这个女讲我了，自己讲。对啊，那姑娘这包比较很相当的好。你哪可以夸你这个？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以及三号选手都已经过了第五关的比拼了。现在呢，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呢？要请我们现场十九位大众评委来给他们投票了。跳了高了最最广广的系列了。好，我们现场大众评委，如果您支持我们的一号选手，请按一号键；如果支持我们的三号选手，请按。二号键报道爱丽一号 S 爱丽三号列 N 大海里下的们赶紧赶快赶紧进行投票计时开始最后结果已经出来了，一号取得13票，三号取得5票，两个人加埋18票，那现场一共为19个代表名为十一个好十个的弃权，有一张弃权票。所以呢，本场的月擂主已经产生了，他就是我们的一号选手。恭喜一号，刷比较会了最近会加到最后。但是呢，我们的三号选手还是有机会的。不到。所以还有机会争夺最后的年度冠军，一将进敌好啊！是的，我们的三号选手要进入我们的复活赛。好，恭喜我们的一号蔡一方成为本月的月擂主。哎，一号，你对于今晚黑的这个归队的冠军，自己有什么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脏爽未够，因为今晚这三个队里大家都了解嘞。我看到这些公司在下两单给平心静论我拿起我的事情熟悉我认为以后可能见到一杯药因为自身受这对流都相当强刷杯高我们一个技能要坚持点难免考古同时呢要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获得本栏目提供的2000元现金大奖两千元现金大奖恭喜好的，本场的决赛到这里全部完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颜露。今天晚上到头看到，我们今天咱们奥运节目再会。再见。